搭档演出偶像剧《如朕亲临》的李国毅和连俞涵，近日传出两人不和的传闻。有周刊指出，李国毅不满剧组扶正连俞涵，而女方也对剧本及工作人员颇有怨言。对此，近日剧组释出了男女主角甜蜜喂食的照片，破除不和的传言。据悉，《如朕亲临》本周播出将有更虐心的进展。高秉秉开始怀疑王诺的真实身份，而李国毅回想起儿时的惨痛际遇，则哭成了泪人儿。李国毅特地感谢连俞涵，他说因为每天片场都非常习惯听到他像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，那一天连俞涵知道他要拍摄内心沉重的戏码，刻意安静了下来，让李国毅快速卸下心防，内心酝酿的情绪才能一触即发。而连俞涵也表示，李国毅泪流满面，很让人心疼。两人在结束拍摄后，还给了对方一个暖心的拥抱。